Nunca pinté mis sueños. Pinté mi propia realidad. Everybody knows Frida Kahlo. An artist, an icon, a woman, a wife, a saint, a martyr. As a feminist icon, she has an army of devoted fans, including myself. And in the minds of those who knew her, Frida's spirit will always live on. Frida Kahlo era una, como una niña. Y en su casa, de esos detalles, está jugando contigo, está jugando con el espectador, ¿no? Te está dejando una pista. Y es como si te estuviera diciendo hacia el futuro que esto es lo que quiero que vean de mí. 本期《午夜飞行》由不断探索彩妆与美学的国货美妆品牌 GirlCout 和你一起收听。GirlCout 最近推出了 Frida 联名系列彩妆，将 Frida 的故事、作品和她迷人的精神内核完美地融入了彩妆设计之中。本期节目，我们就和 GirlCout 一起推开蓝房子的大门，走进 Frida 的一生。墨西哥城科尧坎，在艾伦街与朗德街的拐角处，有一座孤蓝色的房子。在这座房子外面，似乎永远都有排队的人群。这里有纯度极高的蓝色墙壁，有赭石色的边框以及墨绿色的门窗，这样的颜色搭配会让人还没有走进这间房子就已经开始觉得心潮澎湃了。再加上院子里高耸的植物和盛开在树顶的红色紫色的花朵一丛一丛的在蓝墙壁上招摇过市，这样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或许真的只属于蓝房子和它的主人 Frida Kahlo。 Con mi pierna derecha más flaca，我想每一个来到蓝房子的人都会怀着某一种强烈的好奇，或者说类似朝圣般的心情吧，因为这间房子的主人实在是太过迷人了，或者说这间房子本身就已经足够迷人了。它的主人 Frida Kahlo， 墨西哥最传奇的画家，最具标志性的一字眉，让许多即便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也会对他的面孔过目不忘。有人说他或许是全世界拥有最多自画像的画家，也有人把 Frida 看成是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艺术的杰出代表。当然，同时还有很多很多人喜欢把他一段段传奇的爱情故事进行各种加工之后四处传扬。总之，今天 Frida Kahlo 已经被贴上了太多太多的标签，他甚至成为了某一种流量密码。就像今天你走在墨西哥的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 Frida 的头像，它会出现在冰箱贴、小徽章、帆布包、文化衫以及钱币上。不过这次在午夜飞行当中，我们想要撕掉所有的这些标签，去和真正的 Frida 见见面、聊聊天，在她的那间蓝房子里。走进蓝房子，欢迎你来到色彩斑斓的世界。不过先别急着冲进花园去，我们在进门处就开始放慢脚步吧，因为这里也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关注的地方。比如在左手边的墙壁上就有主人留下的一个小便签，它是一幅小画，当然了，这个是一个缩小的复刻版，它在提示着你这里是 Frida 和 Diego 的家。这幅画是弗里达在1931年画下的，他的名字就叫做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这是他们夫妻二人在美国最后一段时间弗里达创作的，是以他们的结婚照作为模板。在这幅画当中，弗里达身穿着蓝色的连衣裙，披着红色的大披肩，头稍稍的偏向 Diego， 目光当中透露着无限的温柔。他的右手轻轻地搭在 Diego 的左手上，而 Diego 的左手牵着 Frida， 右手拿着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调色板和画笔。在画面的上方有一只可爱的小鸟，它嘴里衔着一条飘带，飘带上写的字是，这里你看到了我， Frida Kahlo
在心爱的丈夫迭戈·里维拉旁边。这幅画创作于美丽的旧金山，献给我们的朋友艾伯特·本德先生，1931年4月。1931年，这一年弗瑞达24岁，尽管她的身体在这个时候已经遭受了许多次重创和手术了，但是她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因为她和她最爱的 Diego 在一起。在入口处的天棚上，你抬头看，还会看到一盏明亮的伯利恒之星。前不久在西班牙圣家堂点亮的就是这样的一盏灯，而这颗伯利恒之星所蕴含的意思就是照亮人们心中的黑暗，引导人们去寻找光明。那让我们从这里开始，正式走进弗瑞达的世界，去探寻属于他的黑暗和光明吧。走过入口处，最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弗瑞达的花园了。高耸的榕树和一些我叫不上来名字的树木，还有一些低矮的灌木，颜色鲜艳的各式各样的花朵，一下子全部都会冲进你的视野，那种蓬勃的生命力真的是扑面而来。在这样的一个大花园当中，仿佛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每一个角落都写着弗瑞达的名字。虽然这座蓝房子在弗瑞达出生之前就已经由他的爸爸设计并且建造完成了，但是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蓝房子却是经过了弗瑞达和 Diego 之手几经修改和翻新过的。它的外墙其实最早并不是这样鲜艳的蓝色的，而是在1936年弗瑞达为了迎接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特意大刀阔斧地改造了这座房子。他们去掉了外墙上许多繁复的装饰品，并且把整栋房子都漆成了蓝色，于是就有了蓝房子这个名字。而且由于当时非常复杂的革命形势，托洛茨基非常担心会有敌人从隔壁发动进攻，所以 Diego 就非常慷慨地把旁边的那个地块也买了下来，于是蓝房子的面积就直接扩大了一倍，并且拥有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后来大概在1940年之后， Diego 再次扩建了蓝房子的花园，于是就有了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异常丰富美好的小世界。在这座花园当中有两处景观是非常让人动容的，一个是 Diego 的挚爱，一个小金字塔，另外一个就是写着 Frida 和 Diego 住在这间房子里1929至1954的小纪念刊了。在这座龛里还摆放着许多玛雅风格的石雕，我想每一个来到这个房子里的人都一定会在这个小纪念龛前面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而属于 Diego 的那座小金字塔最初其实是有一个茅草屋顶的， Diego 会在这座小建筑里展示自己收藏的一些前西班牙艺术作品。Diego 本人真的是一个前西班牙艺术作品的狂热爱好者和收集者。这座蓝房子对于 Frida 而言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不仅因为他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更因为他在这里经历了自己18岁的时候那场灾难性的车祸，并且在那之后经过了漫长而刻骨铭心的卧床治疗的时光。同时他也在这座房子当中逐渐确认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谁是 Frida， 他来自什么地方，他属于哪里。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蓝房子其实就像是 Frida 精神世界的一种外化，当你拥抱了蓝房子也就拥抱了 Frida 的灵魂。逛完了 Frida 的花园，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别致的二层小楼吧，我们将会在那儿遇到更多面的 Frida。 明黄色的地板，蓝色的墙围，墨绿色的门窗，从这里开始我们才真正的掉进了色彩斑斓的
Frida 的世界。在过去呢，这里的一层是 Frida 和家人们一起吃饭、聊天、会客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部分的被改造成为了展出 Frida 和 Diego 作品的画廊。关于 Frida 一生的经历， Frida 早期创作的一些带有浓郁的欧洲风格的人物肖像画，他为父亲创作的肖像画，以及在他投身革命之后创作的一系列和共产主义相关的作品，都被完整的呈现在了这里。Frida Kahlo 1907年7月6号在这座房子里出生。6岁的时候， Frida 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他时常会感到腿部有钻心的疼，为此他不得不卧床休息好几个月。虽然后来他基本上恢复了健康，但是他的右腿明显会比左腿要更细，而且更短一些。邻居家的孩子们总会嘲笑他，说他是瘸腿弗里达。这样的绰号当然会让弗里达有一些不高兴，但是他应对的方式却有一些出乎人的意料。他会让自己表现得更为大胆，以证明尽管我在身体上有缺陷，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落后于你们。他会去爬树，会翻越栅栏，在自行车或者滑板上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甚至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他会直接落款写上你的朋友来自科摇坎区的瘸腿弗里达。所以你大概可以感受到了吧，弗里达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在13岁的时候，弗里达来到了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学习，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那个时候他的计划是完成5年学习之后进入医学院，将来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就在弗里达不断向着全新的世界奔跑的时候，18岁那年，一场交通事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故事。他乘坐的一辆公交车在市中心与一辆脱轨的电车相撞，车上的一根金属扶手直接刺穿了弗里达的腹部，最终导致了他的脊柱和盆骨多处骨折，锁骨、两根肋骨和右腿严重折断。从此弗里达开始了一段无比漫长的卧床的时光。也正是在那段卧床的时光，弗里达为了打发孤独和无聊，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涯。他的父亲给了他一些颜料，母亲为他订购了一个特殊的画架，让他能够躺在床上画画。同时他们还给他的床上挂了一面镜子，这样弗里达就能够对着镜子画自画像了。在那之后的大约2年的时光里，弗里达虽然能够渐渐地下地走路了，但是他的身体依然非常的脆弱，他受伤的脊柱始终困扰着他。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治疗的费用去接受脊柱的矫正治疗，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他时常需要穿上那种由石膏、金属或者是皮革制成的紧身衣，而且一穿就是好几个月。今天在蓝房子里有一间专门的展厅，会向我们展出 Frida 一生当中穿过的不同类型的矫正的紧身衣，其中一些被他用美丽的颜料画上了精美的图案，而有一些则保留了他最初的样子。那是 Frida 一生的重要底色之一，残酷冰冷的石膏白色和金属色。在蓝房子这个一楼的展厅当中，有一幅 Frida 在1926年创作的自画像，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叫做穿天鹅绒衣服的自画像。几年前我还特意买了一幅复制品挂在了我家的客厅里，那是 Frida 画下的第一张自画像，所以它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尽管你在这样的一幅画当中还看不到太多 Frida 后来那些成熟作品的影子，而且在那幅画当中 Frida 很像是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贵族女子，她有着优雅的容貌、长长的脖子和纤细的双手，但那是她最初的尝试，是他在刚刚经历过人生当中的重大挫折之后一次全新的尝试。而且这幅自画像的背景是很有心思的，他的背景上画下的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和深灰色的天空，而在这些压抑黑暗的背景之下，作为主体的少女 Frida 本人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那个时候他的眼神当中还没有之后出现的那种坚毅和锐利，更多的是一种平和，但你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勇敢。他还在这幅画的背面用德语写了一句话，叫做
今日永续。尽管这幅作品当然不是 Frida 一生当中最好的自画像，但是在我的心里，这幅画却隐藏着 Frida 一生当中的另一种更加鲜明的底色。它就像是暗淡中的光亮，压抑中的明朗，痛苦中的平和，是一切的开始，也是今日永续的力量。这一切都让这幅画显得太动人了。而今天这幅画就挂在他最初诞生的那间房子里面，而且是在一片明亮的黄色背景之下。这就像 Frida 的生命底色一样，它的底色就像是这纯度极高的黄色和蓝色，它非常的明亮，它很闪耀，但其实它的背后又始终有一丝丝的忧郁和冰冷。不过即便是这种忧郁和冰冷，也还是有着最浓烈的颜色，有着最蓬勃的力量。无论是在此前无数次的翻看 Frida 一生当中创作的众多作品，还是在真正的走进 Frida 的蓝房子的此时此刻，我其实都不停地会在心里面感叹说，一个人到底要有多么热烈且包容的灵魂，才能够拥有这么丰富且蓬勃的生命底色呢？而我们这些 Frida 的爱好者，除了到蓝房子来完成一次圣地巡礼，收藏他的作品和画册，还有什么方式能够拥抱他这些斑斓的生命底色呢？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有一些 Frida 的狂热爱好者为自己画上了 Frida 的仿妆，他们把 Frida 生命当中作品当中出现的那些最具代表性的色彩勾画在了自己的脸上，让 Frida 的色彩和自己的生命相遇。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也是一种非常巧妙而且别致的致敬方式。今天和我们一起走进蓝房子的彩妆品牌 Girl Code， 他们在 Frida 联名系列彩妆当中就特别设计了一款名为万物生长的15色眼影盘。它有两个系列的色号，它的名字非常贴合 Frida 的故事，一个叫做粉荆棘，一个叫做蓝房子，一个偏重日常的温柔与爱，另外一个偏重浓烈的创造力。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和 Frida 的这座房子和他的生命底色一样，明亮蓬勃，万物生长。他帮我们收集了 Frida 的生命底色，也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和 Frida 离得更近了。本期午夜飞行由不断探索彩妆与美学的国货美妆品牌 Girl Code 和你一起收听。这一次我们用声音漫游 Frida 的蓝房，凝望 Frida 的画作，用她的生命底色唤醒内心蓬勃，和她最迷人的双眼一起眺望世界，致敬生命。逛完了明黄色的一层，让我们一起上楼吧。那是对于 Frida 而言最重要的地方，她的工作室。两面巨大的玻璃窗可以让人直接看到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以及不远处高高低低的蓝色墙壁。宽大的木质工作台上，今天还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彩色颜料，一些用于制作颜料的矿石和贝类，还有各种各样的绘画工具。在木桌的旁边有一个高大的木质的架子，架子的一面挂满了粗细不等的画笔，而另外一面是一个标准的画架，画架旁边放着一把轮椅。据说这间工作室里的一切都保持着 Frida 当年在这里创作时的样子。当我们走进这里的时候，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是 Frida 只是暂时的离开了一下而已，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又会回到这间工作室继续他的艺术创作了。如今这张工作台上还摆放着一张 Diego 的照片，但其实 Diego 并没有在蓝房子住过太长的时间。即便是在他和 Frida 复婚之后， Diego 也只是在这里和 Frida 共进早餐，
然后他就会回到他在圣天使区的工作室里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关于 Frida 和 Diego 之间的爱恨情仇，实在是已经被太多人讲过太多次了，而且有太多太多添油加醋的版本了，以至于当我这次想要讲述 Frida 故事的时候，我实在是很想屏蔽掉诸如墨西哥最知名的荡妇、被丈夫无数次背叛的女艺术家这一类的形容词了。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一说一些基本的事实，那就是 Diego 的确拥有过无数段情史， Frida 也的确拥有过许多情人，其中一些人还曾经到访过蓝房子，甚至在这儿留下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痕迹。其实无论怎么说，爱或者说爱情的确是 Frida 艺术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而在爱情这个主题当中占据绝对位置的人无疑还是迭戈·里维拉。尽管他们各自都有无数段婚外情史，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永远是无法取代的。在一本关于 Frida 的传记当中，作者是这样写的，他说他们彼此都是对方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最热心的粉丝，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信念，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为自己是墨西哥人而感到无比自豪。从前我在读关于 Frida 和 Diego 的故事的时候，我一直都会沉浸在 Frida 遭遇了渣男丈夫的这种叙事当中，觉得他们的故事充满了狗血，觉得 Frida 不值得为这样的一个男人而伤心而痛苦而纠结。但直到后来我在反复的翻看 Frida 和 Diego 经历的数次感情纠葛的故事，特别是 Frida 在那段时间创作的一些作品的时候，我才忽然发现了另外一个理解这件事情的角度，那就是 Frida 在这段人生最重要的爱情当中，不仅在经历着爱恨情仇，她更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了某种最宝贵的自我和最重要的自由。1939年 ,Frida 和 Diego 对外正式宣布离婚。离婚之后的 Frida 独自居住在蓝房子里，那个时候的她真的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但这段时间也成为了 Frida 最为高产的时期。后来 Diego 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非常坦诚地说，他们分开的这段时间， Frida 创作了一些作品堪称巅峰之作，笔触画指间他内心的痛苦由此升华。在这些 Frida 创作的巅峰之作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个人最爱的一幅大型作品，就是两个弗里达。这幅作品当中出现了两个并肩而坐的 Frida， 左侧的 Frida 身穿着带有浓郁的欧洲维多利亚式风格的裙子，而右侧的 Frida 则穿着墨西哥传统的服饰特瓦纳。左侧的她看起来像一个洋娃娃，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但后来他自己在解释这幅画的时候，他说这幅画当中表达了他和 Diego 分开之后的孤独。在他洁白的维多利亚式连衣裙上有着格外鲜明的红色鲜血的痕迹，鲜血的来源是一颗暴露在外面的心脏，这颗心脏正在因为他失去了爱情而撕裂而流血，但是滴在裙子上的鲜血却化成了一朵朵美丽的花朵。能够把鲜血化成花朵，能够把痛苦转化为一种艺术，这就是属于 Frida 的勇敢，更是属于她的伟大。紧接着在她创作完这幅画的第二年，1940年， Frida 又连续创作了一系列的自画像，每一幅自画像我都特别特别的喜欢，特别是在这一系列自画像当中，你能够明显的看到她眼神的变化，她的眼神越发的坚定了，越发的勇敢了，甚至有一种近乎残酷的透视自我。也正是这些自画像让他的一字连心眉，让他有神的眼睛，甚至他嘴角上刻意保留的胡须都成为了他最独特的标志。 Frida 的眉眼应该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眉眼了，和传统审美当中的那种所谓柳叶弯眉回盼流波的眼眸相比，我更想要拥有 Frida 这样自由且自信的眉眼。
在 Girl Cult 的 Frida 联名系列当中，他们也为我们提供了勾勒属于自己眉眼的最有力的工具，是一款设计非常巧妙的圆规自由眼眉笔。它把眼线笔和眉笔做成了圆规的两只角，既方便携带又非常方便使用。你可以自由地调节角度，自由地选择颜色，自由地描画你自己最喜欢的眉眼。在 Frida 的世界当中，唯有爱与自由不可辜负，在你我的世界当中，希望也是如此。用最自由的眼眉笔勾画最自由且自信的你最喜欢的眉眼。1944年， Frida 创作了一幅非常特殊的自画像，这也是我每一次看到都会为之一振的作品，那就是破裂的脊柱。在这幅画当中， Frida 身上布满了钉子，有一些钉子延伸穿透了裹着白布的右腿，一道像地震之后裂开的大地一样的裂口从她身体中间破裂开，在破裂的身体中间穿着一根有裂缝的铁柱，柱子残忍地插入了弗里达的身体中，红色的裂口从大腿一直刺到头部，柱子的顶部是一个卷曲的柱头支撑着她的下颚，开裂的躯干被矫正的胸衣固定着，她的脸上泪痕斑驳，有一块沾满着血迹的裹尸布轻轻地裹住了她的下体。弗里达把这样的一个自己置身于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土地也像他受伤的身体一样满是裂痕，但是在远处晴朗的天空下有一片蓝色的大海。这幅画好像是弗里达把自己的身体剖开来给大家看自己的病痛和伤痕，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却不仅仅于此。他用画笔反复地对自己的内心进行着解构和重构，向我们展示了自己受伤的身体，矫正的胸衣限制了他的自由，但是他心中的自由却再也没有办法被限制了。在这幅自画像当中，他创造的不是一个需要大家可怜的自我，而是一个坚强地面对自己痛苦的自我，一个能够重新直面生命重击的自我。虽然在这幅画当中 Frida 满脸泪痕，但是站在我们面前的她俨然已经是一位勇敢的战士的形象了。而远处晴空下的海洋则象征着某种希望，那是破碎的弗里达难以抵达却始终望向的地方。从二楼的工作台再往里走，是我最想要亲眼看一看也最想要致敬的地方，那就是 Frida 的床。在这里摆放着两张床，一张是 Frida 白天休息的床，在这张床的床棚上挂着的就是那面镜子。在 Frida 的一生当中，她无数次的在这面镜子下凝望着自己。另外一张床是她夜间休息的床，而这张床的顶棚上挂着的就是野口勇送给他的那幅美丽的蝴蝶。看到这些蝴蝶，我的脑海当中马上就跳出了我最初爱上 Frida 的时候读到的他在日记里写的那句话：如果我有翅膀可以飞，我为什么还需要双脚？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53年，那一年 Frida 的腿感染了坏疽，他将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也是在那一年的稍早时候， Frida 在墨西哥举办了他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个人画展。那一次他是躺在担架上被救护车送到展览现场的。在那之后， Frida 已经几乎不能够再创作更多丰富的作品了，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去创作更为精细的作品了。但是在1954年，他还是画下了一幅多汁且鲜艳的西瓜静物画。在那幅画上，他用红色的颜料在西瓜上写下了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 Frida Kahlo， 1954年，墨西哥科窑卡。在画完这幅画不久，1954年的7月13号凌晨， Frida 就在蓝房子的床上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命最后的日记当中，他写道，我希望离开是快乐的，我希望永不再回来。有人说写下这句话的 Frida 是痛苦的，他不愿意再留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了。但是更多的人会和我一样，认为写下这句话的 Frida 是勇敢而自由的。他几乎半生困于室内，几乎一生都在与痛苦为伴，但是他却从来没有选择过颓丧和放弃。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时候，他就飞向全世界；在身体不允许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把自己的灵魂融于自由和大地，并且用最浓烈的色彩表达着自我。从前我非常喜欢弗里达，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的勇敢，可是直到最近的这些年，我才发现他最宝贵的其实除了勇敢，还有很多很多真正的自由，让他能够身处室内却始终望向更辽阔的世界，更远处的海洋，更大的自由。正是因为他望向了远方，望向了大海，望向了自由，所以痛苦可以变得共处，痛苦可以拥抱，爱可以无限的给予，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也可以写下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也可以大声地说出我永不再回来。因为没有遗憾，就像他在自己的第一幅自画像背后写下的那几个字，今日永续。 Frida 就是这样活在了他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活在了每一个当下，他都竭尽全力地去爱着那个世界，贪恋着这个世界上流动的能量和爱情。他拥有时刻的心动，他拥有对这个世界永远的眷恋。为了留住 Frida 的这份眷恋和心动，Girl Cult 在 Frida 联名系列当中特别设计了一款贪恋唇霜。它设计的五种颜色的雾面唇釉，可以让我们把每时每刻的爱意和心动都勇敢地涂抹在自己的嘴唇上，勇敢地展现给全世界。而且更妙的是， Girl Cult 还推出了一整套的 Frida 联名套装，并且特别设计了一只精致的皮质 Frida 画箱作为包装。它不仅能够把贪恋唇霜、自由眼眉笔和万物生长眼影盘放在其中，而且还特别搭配了双头的眼影刷、香氛蜡烛、 Frida 项链等等。当你提着这样的一只 Frida 的画箱，就像是一个渴望出行的人拥有了一个完美的旅行箱。当你提上这只旅行箱，你就仿佛拥有了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只属于你自己的自由世界的勇气和底气了。今天 Frida 已经成为了墨西哥的骄傲，也成为了全世界所有追求自由者们的精神图腾。 Frida 的作品也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多家美术馆和画廊当中。但是即便是这样，全世界的人们还是都想要到蓝房子来看一看，到墨西哥科摇坎的这间蓝房子里来看一看。那是因为这个地方和 Frida 的链接实在是太深刻了。这里或许是距离 Frida 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最近的地方，这里是她出生、生活、庆祝的地方，也是她受苦、相爱和死亡的地方。在过往漫长而丰富的岁月当中，这座房子似乎已经浸润了 Frida 精神的一部分，等待着每一个渴望了解 Frida 的人在这里和她的灵魂和她的精神再次相遇。Without you, but the night sky blooms with fire, and the burning bed floats higher. 感谢不断探索彩妆与美学的国货美妆品牌 Girl Cult， 让我们不仅有机会跟随声音一起走进蓝房子，去聆听 Frida 的故事，更有机会把 Frida 的颜色、Frida 的精神、Frida 的勇敢和爱。勾勒在自己的眉眼之间，涂抹在自己的脸上，留下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画像，也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美学。
那这次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把 Frida 画在自己的脸上，戴在自己身边， Girl Cult 和午夜飞行共同为大家送上了一份小小的福利，那就是从即日起到3月8号，打开淘宝或天猫搜索 Girl Cult 旗舰店，向客服发送午夜飞行四个字，就可以领取我们的听友专属满198减30的优惠券，全店任意产品都可以享用。当然啦，我还是最推荐 Frida 的联名系列了，因为它实在是太值得拥有了。好了，那今天就是午夜飞行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愿我们在今后的时光里依然能够时刻凝望蓝方，让万物自由生长。我是 VC，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And of the dark days painted in dark gray hues, they fade with the dream of you. 午夜飞行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您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如果喜欢这档播客，你可以给出五星好评，也可以留言评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同步更新在 Spotify、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 FM、蜻蜓 FM 等平台。另外，你也可以搜索午夜飞行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期待你的关注和反馈。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来赞助支持这档播客节目，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 hello@marcusmedia.com。